OK，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课的题目是什么？新学期的第可一以是天，今天。对，新我学。们也是新学期。对呀、啊，新学期 new semester 了。现在我们要开始上三年级上，对吧？这个也是新学期。好，那在这三年级里面呢，我们上学期、下学期分两个，对吧？啊，上学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第五册，下学期我们要学习第六册。第六册。学期一个学期，我老师的汉语啊，要学习两本，要学习两本，对吧？好，现在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来，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生词，生词，第一个是什么？然后第一个是散步，对的，散散步。步，散步，所以来说，娘子们你笑散步，是吧？好，第蓝四色个，车，早，第二是什么？越蓝色。越南是，所以老师说萨帕看过标嘞，越南是，越南是好的，第三是什么？第三，邮票，对了，对，我最讲过标啦，邮票，邮票词孔的故事了，是这对，个邮票词孔的故事，邮票。好，第四是什么？挂告诉你们记下来，我觉得挂。好的，第五十。五颜六五色，颜六色。讲最重的那个嘞。OK，那我们1到5先停一下，我们写的书本拿出来，写的书本拿出来，我们来写一写。老师的一样，先写题目，一样，题目。第一课，第一课，好，是吧？第一课，新学期的第一天，弄一页就行。新学期的第一天，新学期的第一天，好，然后在旁边写生词，老师几遍？就跟着写的，就这样写就可以了。生词，老师会说啥？生词，好，第一个是散步，对吧？上课。散步，好，散步所以我是两点加别来晓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在后面写一下意思，过把打过也没散步。是恭顺城吗？恭顺城，你第一节不是这个，第一节是另外一个，不是这个 Zoom 恭顺城。恭顺城，你进错 Zoom 了。这个是第二节的时候再进来，好吧？第一节是另外一个老师。周末时候，你一般做什么？好的，散步写好了吗？还没好，还没好。老师好。对。是恭顺城吧？哦，不是，是谁？我是徐景徐炳新。芳，徐炳芳，几年级啊？你上？
哦，是吗？老师，我是新生，一号才报名的。一号才报，对对对，因为是没有跟我联系，没有跟我联系，就是说学校那边没有跟我说。好，那你就是三年级上，你确定的话，这个写一下，第一科新学期的第一天，然后生词第一散步。老师要写几行？就写一行，就这样抄就可以了。老师拼音也要写吗？对呀，就这样，老师怎么写就怎么写。老师拼音要在下面写还是旁边？旁边写，旁边写。好的。老师好了。好了 ，OK，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散，散的笔画跟老师说一下吧，要怎么写？一横，横，竖，竖，横，横竖竖横，横的横，横横横，撇，横。蛋，好，布的笔画呢？布，竖，横，竖，横，竖，撇，好，那么我们留下，老师你要想看没？这个散和布，对，散和布写不对，老师你要想看没？比如说散刚刚有几个，就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系列啊，所以老师那讲不讲看啊？每天的是吧？像平常那样笔画十二个写，然后写十二，然后写散，是吧？你要讲看没？然后现在老师请你们背了五，就是作业你们自己写十二。过三的过墙给每并十二一枚，然后写一下三，可以呢？要不啦，老师不要拿来啦。明白呢 ？OK， 不改哟，一二三四五六七，按照七你要墙给每的六六一把并，然后是不一枚。老师要写几？什么要写几行呀？你笔画要写几行？笔画就写一行呀。是在他旁边写。散步，你比如说你这个第一课新学期的第一天生词第一散步，你这个抄好了对吧？然后空十六十二个格子，过三的过浅刻，你要吗？是吧 ？BB 作业十二页没散，那这个留下的空格呢要干嘛？就是下课以后你自己去写，然后发在群里面，我检查一下，这个是作业，好吧？不也是那样，前面留七个空格，就是说它有七个笔画嘛，你就一步一步写，这个是第一，然后呢，下一个格子你就这样写，一步一步写七个笔画，然后后面是写七步。现在我不给时间写这个笔画了啊。这个是作业，明白呢？好的，然后你是新生的话，你加一下我的那个 Facebook， 然后我们在 Messenger 里面有群，就是学习群嘛，我们学生都在，两位老师也在，所以就是
你加一下我，然后我把你拉进群里，这样的话作业啊什么呀我会发在群里面，你们的作业也发在群里面，反正什么东西都在群里面有，好吧？嗯，好的好的。嗯，啊，你就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找一下我，嗯，我的名字叫这样，嗯，我是大写。马特。嗯，对对对。林佳毅老师。是的，是的，我的，你这样找就会找到我，就是后面有两个 N 呢。然后我的照片在上面。老师，我看着你名字咋就只有一个 N？ 对呀、啊，不然的话有很多字马冲里，你们不会找到的。N， 这样的话，这样的名字只有我一个了，那你一打进去就出来我了。不然的话，缅甸有很多字马冲啊，对吧？哎呀，嗯，你看我聪明吧？不然的话，大家都说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因为是有很多个啊。好的，来第二，等一下，散步好了呢。好，那我们来写一个句子，造句嘛。散步，用散步造一个句子，我们怎么说？月亮是。我早上每天都去散步。啊，我早上每天都去散步。好，徐炳康说早上我每天都去散步。好，大家写一下早上我每天都去散步，写一下吧。早上我每天都去散步。早上我每天都去散步。早上我每天都去写好了。好的，来，那么老师说一个句子，你们说一下，比如说啊，爷爷嘎啊，爷爷嘎，你来没搬家我多比如散步吧，你。嗯，每天都爷爷爷爷每天都去公园散步。公园散步，对的。这里我们要注意，散步就是说，老师，明马路家也来校的路标的，但他是没有目的的。比如说，这说路的去的学校过来校不要拉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散步，知道吧？散步说啦，你讲咩？娘娘伢逼养路，老师说来你讲咩？不不要校的，等你爷爷我多啊不不。比如说老师说将我来校多的时候散步东路没压屋，然后什么班长我多的时候班长多的就是将多的，然后是花影我多的陪我多的来校比多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散步，散步在哪里不比较来校没压比较的散步，这个来校比多的所以我们要用这是什么？走路，对呀，走路，走路去学校，我走路去学校。对，现在学校关了。OK， 好的，来，那么走路也写一下，这个爷爷每天都去公园散步，抄一下，然后走路写一下。好的。
好，写好了吗？还没写好呢。没有。对，好，第二是什么？月兰是刚刚老师说了，月兰是怎样？老师说啥拍的看股票啊？啥多少票拍的？月兰是就是月兰是里面是不都嘛过来了？那些么白屋，这家里来拉表么那屋，苏年么那屋啊？那个是月兰是。好，那所以老师给月也笔画来标记吧哦。月的笔画啊，年。祝横者勾，撇，竖横折合，撇，竖弯钩，月，蓝说一下。竖撇横点横折撇竖弯钩栏。OK， 那么月有十个笔画，你们就留下十个空格，然后就写一下月。蓝有九个笔画，就九个空格，然后写一下蓝。是就不用了，是不写了。好的，那我们用月兰式说一个句子。月兰式。月兰式。嗯，好，月兰式的嘛，哎呀，我对死你了，但把咱妈妈修所以。在月兰式和，在月兰。横怎么样？最顺利的，把咱妈妈修顺。安静，对的，月兰室里很安静。好，他顺利老师了。江森那卡家人，我说月兰室给大家也安利，是不留表嘛嘞？下课的时候。江森 B 的卡嘛 ，B 多少卡数了？下课以后我们去月兰室吧。好，写一下吧。
学好了。老师学好了。学好了。OK， 好。老师学好了。来，第三，第三十。邮票。票，对了，写一下邮票。好，油页笔画里跟老师说一下油怎么写。油，竖横折，竖横折。啊，不是，横竖竖横横横撇弯钩，横撇弯钩，竖竖。竖，好的，有。好，下一个票，票也比划的标吧哦。票，横，竖，竖横，竖竖竖横，横，横，横横。横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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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
所以我们就空七有票有十一个笔画，空十一个格子，下课以后自己去写咯，我不给时间写了。好的。嗯。好，张所以老师有票呢，把它比句子里的酷老表吧哦。嗯，小华有很多邮票。嗯，小华有很多邮票，就说小华嘛，他把说老师邮票面嘛，这又这是一讲的面积细的，所以小华有很多中国邮票。嗯，对了，小华有很多中国邮票。嗯，好，啊，所以第一邮票的个，那北京我多少回来了吧？所以这些邮票是我在北京来的。嗯，这些邮票是我在北京买的。北京买为啥啦？路标啦？是的，这些邮票是我在北京买的。好，那么这个邮个邮票，所以老师说这是一刚路标的嘛啦，邮票。所以讲这样的邮个，老师啥来呢？不得的哈，是吧？票所以了嘛，这一把它变来，老师啥来了嘛？啥来个偷的了嘛？这是一刚路标啦。啊，所以啥来呢？不得的哈，所以老师说的邮个来没？好的，啊，所以老师啥来个叫做路标的？我们学过的。哪来个目标嘞？还记得吗？图书馆。啊，那个是 library， 啥代？那个是啊，不是啥几代嘞 ？library 嘞？啥代？老师说啥部啦嘞？啥多部啦？邮局有很多邮票。对呀、啊，邮局。
然后是阿拉说沙袋干呢，沙袋布的干一些嘞。哎，叫做沙袋干呢，沙袋布的干怎么路标嘛嘞？我举车。嘎嘎。有举车。有举车啊，就是说有车，不路标嘞？有车。哎呀，老师这个幼儿课不弄不嘞，把侬沙布的嘛，我怎么路标嘞？邮递员，邮递员，答对了，邮递员，邮递员。好啦，所以老师，酷，老师 ，online 买的 ，online 的，你们在网上买过东西吗？你奶奶跟你 PC 里买不啦？哦，买过，买过。而且老师啊，不卡贝亚的，对不对？嗯。啊，那么这小孩的讲，明天问不卡贝亚姆罗罗乌鲁表的，是吧？嗯，好，阿妈所以中国嘛，所以来吃的，阿拉没有外国喏，这小孩的呀，不卡白呀的，这小孩不卡爸比的，不卡都不卡白买，所以要标的，而且我们就说这样，好，这是什么？包邮，这个东西是包邮的啊，不卡爸比的，不包邮，不卡么包喏，不卡过古白呀没，好，包邮，不卡白比的，好。这个是关于油的，哎呀，所以老师票呢，把它比较标记啊啊，票票，所以老师可能标了一点冷门，对吧？他所以老师有些冷门，我不能标他嘞。电影票，电影票，是的，电影票。然后老师说，班长你把你买的文具冷门系列的，是吧？文具冷门就不能标嘞。中国的国库钱。是干嘛能标啊嘞？门票，比如说老师说明明多冰凌多没，班前那个位没，大人是多少，小孩都是多少，门票系列。那游乐场也有哦。对，游乐场也有啊。儿童票、成人票。对，是的，好，啊，门票。那么，老师说干了没位没？比如说啊，蘑菇果多没，然后羊公果多没，干了没位没？干了没怎样？车票，对了，车票。好的，所以老师说，地铁车也公路票特别标路呀的。好的，所以零了嘛，所以用。飞机票。有些人说机票一样的，飞机票、机票。好的，这些也写一下吧。好的，车。老师写好了。都写好了，那个票也写好了，到飞机票。写好了。哎，我刚写完，你是不是没有说，一直在吵 ？OK， 那就等一下吧，等别的同学，等他们抄好了，我们就继续学习新的。我写好了。嗯，写好了，李进程也写好了是吗？对。好的。老师写好了。好，写好了，写好了的话，那我们去第四。我提前写了，提前写了，就是说的时候也要说。好的，那没有抄好的同学也不用担心，我会发在群里面，老师群里面编不背没，但是也要抄呢，不然的话你们会有很多作业哦。老师抄的时候抄，然后写不完也没关系，到群里面看。好，第四是这个，那是什么？挂老师信他的挂干嘛嘞？信他啦，我表嘞挂。来说一下挂的笔画。挂。念你啥音嘛嘞？好，这是标准单页面了，有九个笔画，国库系列。好的，然后是挂。OK， 写一下吧，挂。好了，老师。OK，
好，那么挂呢，不得比了，造一个句子，我叫你的库标记有没？我挂在。OK， 好了，所以老师标没？老师干的，你帮我的，别那么其他来干的，哎的。老师把路地图挂在墙上。别嘛，其他来干的，你要骗你啊？别嘛，其他来嘞。墙上在哪儿？你有翻译开呢，不是让你回答的。好的，然后是啊，真诺嘎嘞，真诺嘎真不牛嘞，啊，看那嘛警察来吧，哎嘞，真诺嘎真不牛，啊，看那嘛警察来吧嘞。我把照片挂在房间，在房间。啊！我把照片挂在房间里。嗯，我把照片挂在房间里。好的，写一下。因为老师说啊，考试的时候会有造句，造句皮啊嘛，主要看那边造句有理解你了呢。好的，自己想到也可以说，故事在录下来好了，标录下来。如果是想不到的话，老师标的好，边标边呢。好。好，第五是什么？五颜六色，五颜六色，五颜六色。你看，老师说学过的是颜色，对吧？颜色，颜色是哪个？羊。那么他说五颜六色，走五个颜色，六个颜色，对吧？他也把它原来牙羊翘羊，想说的是很多颜色，你表姐呢？哎，羊你牙鸡，你表啥？五颜六色。好的。五颜六色。嗯哼，哎，老师说啥声音？羊的名字把嘞 ，ing 声音不露表嘛嘞？五颜六色的衣服。五颜六色的衣服。好，啊，所以你们那个羊的名字把嘞 ，ing， 羊的送的 ing 为啥把嘞？所以。妹妹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对对的，妹妹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好的。啊，班长的嘛嘞，杨队送的那班的本的吧嘞，所以。花园里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嗯，花园里开着。五颜六色的，那我们就说鲜花可以吗？鲜花。嗯，花园里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花园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嗯。我也有事。
老师，我们的考试的成绩单还没有来啊，发在群里面，因为我忘，就是你落下拉进群里了，现在你在群里了，你看一下，我都发好了。我没看见。在三年以上的群里面，在新群里面，然后我叫我给你们新一下，然后你那里看一下哦。好的，五颜六色好了吗？还没好。还没好。快要好了。嗯。到了，老师，我已经办公够了。好了吗？没好，还没好，快点。好了，好了，好了，老师。OK。没好。嗯，还没好，是等一下在群里看了。来，来，小翠老师，生词类色比较计较。刚刚我们说到五，现在第六看一下，第六是什么？气球。气球。气球。啊，气球，所以老师说不帮你，不要啦。气球那个 gas。အဲ့လိုအငွေ့တွေကိုပြောတယ်ချိုးဆိုတော့လာဆိုတော့ဘောလုံးအဲ့ဆိုရင်လေမှုရတဲ့အဲ့လိုမျိုးဘောလုံးတွေကိုလာဆိုတော့ချီချိုးလို့ပြောတယ်ဟာဒါတိ70各種各樣各種各樣ဆိုတော့各種各樣လို့ပြောတယ်好下面我們寫的五顏六色ဆိုတာက很多顏色လို့ပြောတာ各種各樣ကကြရင်ပုံစံအမျိုးမျိုးလို့ပြောတယ်比如說老師學過的正方形啊長方形啊還有是什麼什麼啊裡面有哈流老師說各種各樣的表現好第八十點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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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說夢我表現夢我表現點心好那我們來寫一下嗯第六十气球，都会写的对吧？气球啊，老师说亚比达吧，笔画不写了。嗯，那用气球说一个句子，气球呢？老师句子里的古老表表吧哦。妹妹买了一个气球。啊，妹妹买了一个气球嘞。OK， 妹妹买了一个气球。妈妈送给我一个气球，一个漂亮的气球。OK， 可以。妈妈送给我一个漂亮的气球。好的，妈妈送给我一个漂亮的气球。中央商务区。好，第七十。老师还没。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老师写好了吗？写好了。各种各样，说一个句子。啊，今天的电脑上的没有那个样子吧？所以。今天。对呀、啊，今年我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礼物。各样的礼物。嗯。好的。嗯。然后是还有什么呀？老师，可以么？多给嘛嘞？把龙喵喵碰碰到啊低的，老师啥子呀的啊或者是低的吧？喏，低的我也把嘞，所以不留表嘛嘞。去旅游。去旅游。啊，去旅游之前，我们买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啊，去旅游之前，我们买了各种各样的水果。OK， 这些要写一下。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我会发在群里面。然后你们的作业时写一下笔顺的一枚，对吧？老师就签他给了笔顺一枚。然后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七个生词，对吧？看一下七个生词。那像平常一样，汉字一行，拼音一行写没？但是老师如三个字和三个字以上的字要写两行，比如说阅览室汉字两行拼音一行，五颜六色各种各样汉字两行拼音一行，其他的全部都是汉字一行拼音一行写一下。那有两个作业，笔顺和写汉字，明白吗？明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了，大家再见。老师，再见。好。